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亚裔发声，推广中小商业发展，请看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为美国德州休斯顿首届休斯顿国际工商博览会催生，我们共同来完成一项不可能之历史任务。我们这一代的移民多半是提着简便之行囊，袋中只有数百元之盘缠，来到这块土地寻求美国梦。数十载既是我们历经多少风浪和辛酸，在此写下了每一个人之人生图腾，演绎出许多精彩之剧本。今天我们在满身泥泞中站起来了，此时此刻我们要对美国主流社区发出强烈之讯号，组织一个结合科技、金融、医疗及工商之大平台，向全球各地工商政经领袖代表发出邀请，期盼与今年10月30日共聚世界能源之都休斯顿，共同探讨关心之文化工商事项。首届休斯顿国际工商博览会代表了我们华亚裔对美国主流社会及全球之重要贡献。我们结合了联邦、地方、政经、民意领袖及商业、学术、文化代表之参与，写下了历史之新页。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过去多年已经齐心共进，希望大家继续能拔刀相助来完成此项历史性任务，共同在今年10月30日迎接首届休斯顿国际工商博览会的成功举办。